今天和各位宝妈们分享一下咱家十月基金小宝宝护理系列的都有什么产品，全部在这里啊，一个个跟到你们说一说。首先这个是每个小宝宝洗完澡以后必须要用的玉米爽身粉，这一大罐的话是120克装的，可以看一下啊，全部都是玉米的一个提取物，纯天然的，小宝宝洗完澡必用。秋冬季宝宝的一个保湿面霜啊，这个款的话也是十月基金的这个系列，全部是纯植物的一个提取物，50克装的啊，很淡萌的一个小瓶子，里面的膏体的话全部是一个乳白色的，保湿不油腻，味道的话有点淡淡的味道啊，非常好闻。这个的话是十月基金的婴儿护臀霜，50克装，用了它以后的话可以减少宝宝的屁股来回的摩擦，这个啊用完以后的话宝宝的屁股是非常舒适啊。碘伏消毒棉签棒啊，这个是棉签式的，里面的话一共有36支装，平常护理宝宝的肚脐这个是必用的，打开以后全部是这样的，里面全部是一个个的独立的小包装啊，里面的话液体的话是一个消毒碘伏棉签液体啊，这个是宝宝护理肚脐必备的。小宝宝洗澡用的一个洗沐二合一啊，这里面的话是添加了那个无泪的配方啊，不会刺激到宝宝的眼睛的啊，而且的话它是一个补鲜果味道的，味道非常的清新，这一瓶的话是一个400毫升的，可以用很久的。这一盒的话是一个宝宝的一个肚脐防水贴啊，也叫一次性的无菌贴，包里面一盒里面它是10片装，里面的话全部都是这种单独的包装，小宝宝洗澡以前下水以前的话啊，这个可以贴到肚脐上面，防止遇水感染的啊，这个是宝宝的防水肚脐贴。这一盒的话是宝宝的婴儿肚脐带，纯棉的一个材质啊，特别大的一瓶，这一盒里面的话一共是8袋，而且里面内赠了8支碘伏棉签棒，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细节。打开以后的话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纯棉的一个材质，而且的话是一个独立的包装。看一下，里面的话有一个纱布的地方，这个是护理宝宝肚脐用的，然后宝宝护理完以后直接用这个纱布的地方对着宝宝肚脐直接进行包扎就行了。背面的话还有带了一个背胶，这就是咱家的一个肚脐贴。最后的话，这个是婴儿玻尿垫啊，也叫一次性的婴儿玻尿垫巾。这一包里面的话是20片，它的杯格的话是33×45厘米的。这个就是打开以后的一个细节啊，全部也是做了一个菱形的压纹，可以去起到那个迅速的导流的那个作用。然后背面的话，这个是一个透气的底膜啊，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透气孔特别多。33×45厘米的一个规格哈、啊，作为小宝宝的话，这个玻尿垫巾的话，这个是超好用的。